今年64岁。我今年65岁。我今年63岁。之前的工作是幼教老师，幼教老师的工作每天要早出晚归，非常的辛苦。当初是带着理想进入电子业，但是电子业需要应酬，这不是我需要的。我原来是一个银行业的中高阶主管，那因为需要经常出差，对我的身体状况觉得是一个负担，有点负荷不了。欢迎收看《人到中年》。根据国外的某个机构在2012年公布的全球快乐国家排名榜上面呢，经济不发达的拉丁美洲国家在10大最快乐的国家当中占有了8席，而临近我们的香港是排名第70名，新加坡是最后1名。可以证明啊，有钱并不一定买到快乐。同时根据2012年的调查，是某个基金会根据全国的精神健康指标的指数呢，他发现了在2012年全国的国人得到的是81.6分，他其实是8次的调查当中倒数第二低，最低的那一年出现在2008年的80.1分。今天我们请到了几位特别来宾，他们曾经在职场上面拥有崇高的地位，但选择放弃一切，过着由奢入俭的生活，并从世俗的名利转向到心灵的成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欢迎齐大哥。好，你好。好，首先是放弃原有老板的头衔，喜爱农家生活的谢文崇先生，以及放弃原有工作，带头组成志工队，成立银发族协会的林美娥女士。也欢迎我们的来宾是窦维莲女士，她是银发协会当中志工队的副队长，还有精神健康基金会讲师魏兆文老师。为什么数字显示2012年是倒数第二低，代表是不快乐吗？老师怎么解读这个数字？其实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针对快乐这件事情呢，我们有它可以被量化的一个指标这样子。那针对其实在我们的一个精神健康基金会里面，我们每2年就会针对全国人去做一个类似所谓精神健康的心灵指数。是。那2012年是针对你是否快乐吗，或者你对身心状况是不是觉得很不舒服的感觉，做了一下的统计。好，它有包括我们出来的最后的结论是不及格，当中是心身健康、生活掌握这两部分不及格哦。对，分数最低的部分是在生活掌握当中，认为将来事情会更好是不及格，就是我认为将来不会更好的意思。无望感，好，这样子。对，其实生活掌握度的话，这一部分如果我们更白话来讲，就是心理安全感。事实上他就心理安全感，那其实做出来，当年做出来确实他分数是最低的，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相对面。你看我们的题目是问认为将来事情会更好，但是呢有4×4，几乎已经快到一半的国人会认为是无望感更重，然后你就会睡不好，就算是躺着也睡不着这样子。再来呢，你的情绪上面会觉得感觉很烦躁。那就要问一下我们现场来宾啊，今天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个案啊，我问大家啊，以前比较快乐还是现在比较快乐啊？为什么嘞？先问一下我们今天来宾齐大哥，你认为呢？在农村哦，有很多快乐的事情可以发生，每天都会有。是。那之前在职场上哦，每天都有不快乐的事情。讲得好像我们上班很可怜一样，上班不快乐，但现在是快乐的。是的。哦，来林大姐你呢？好，以前比较不快乐，是因为有一些绩效的哈一些压力。那现在比较快乐，因为每天到我们的社区，有那种就是艺文游览的心情，很开心，慢慢活，是，哎，慢慢活，那种感觉很快乐。所以之前也是比较不快乐，现在又 OK 了，又快乐。来，窦大姐你呢？以前在职场上有压力，所以不是很快乐。那现在做志工哈，心情很愉快，跟年长者在一起啊，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了解了，
那你们是在拆我们节目的招牌吗？我们刚才开场不是说大家比较不快乐吗？结果现在三个都说快乐，怎么回事？我们听出什么端倪出来了？其实一般来讲，真的事实上就反映如此啊。如果你单纯问我们的话，我们是真的不但是不快乐，而且是自由落体下降的不快乐。但幸好有志工们的支持，所以让我们整个台湾的社会还可以再稍微及格边缘。是。所以其实快乐这种事情，它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对对。这样子，那不会言就是回到了刚刚呢，大姐们和大哥们他们提到的，就是你对于你自己生命的价值，就回到我们今天会，你对你自己生命价值能不能足够建筑上去？这一点就是对于自己的掌握度等等，这个才是我们真的是不是快乐的一个指标。了解。所以快乐指标它不是一个科学的量化，而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所以自己掌握自己，刚才听到了农村的生活，他说农村或是农民天天有好事跟快乐的事情发生，真的是这样子吗？马上来听第一个故事，是我们谢文琼大哥他变成农民，为什么呢？我是农家子弟，我热爱我的家乡，也热爱这片的土地。我从小就跟我父亲在这片土地上耕作，那读高中以后就到新竹台北，然后读书到台中，服兵役也到外岛，后来考入公家机关，公家单位调查局服务了十几年，然后也到台北金山，到大陆做生意，也自行创业，那在商场上或者说职场上，那面对的是许多人的问题，那是很复杂的。在台北的工作其实并不是说不好，也是可以赚到很多钱，但是我一直在心里想思考的说，什么才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快乐，最后还是决定回来自己从小生长的一个地方上。我父亲在大规模种植西瓜，也要喷洒大量的喷洒农药，结果他后来就得到肺腺癌，让我深受打击。所以我回来工作的时候，就是决心要走有机这一条路，不喷农药，不用化肥。我觉得农药对农民本身、对消费者乃至于对这片土地的伤害非常的严重，所以我回来种有机，我有两句话常常挂在心里，就是说宁可没收成也不要用农药，宁可少收成也不要用化学肥料，避免伤害这一片土地。我们这边旗顶这边的土地夏天种西瓜，那冬天都荒废了，都没有什么好的种植，所以我引进了草莓进来之后，有一批的农夫也跟着冬天我们来种，然后种草莓、小番茄，希望把这片荒废的土地能够复耕。我希望能够号召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回来种植有机无毒的农作物。去推平以后饮水吧，然后就做一个水沟。本身我也是农家子弟哦，所以从阿公那个时代就种了一甲多的这个稻田，所以来到谢大哥这边就非常感到很亲切。我是在一次因缘机会之下来到农场跟谢大哥认识，然后呢渐渐熟悉之后我们就成为好朋友了。我看到谢大哥对这片土地的热爱，还有对有机作物的坚持，那我这样跟他长期相处下来之后，也引发我对那个有机农作的兴趣。后来我自己也去那个苗栗社大报名那个自然农法的课程。我回来家乡已经种了5年，今年也有一些成果出来。我盼望说，家乡的年轻人，能够回来，共同来种植有机无毒的农作，为这块土地尽一份的心力。现在的生活非常的简单，那心灵也觉得非常的充实跟平静，
其实人生只要财富够用就好了，人能够知足常乐，我想这是一件最快乐的事情。我们现场看到的是谢大哥你自己种的草莓。是的。那旁边那个是草莓果酱。果酱也自己做？对，自己做。哇，对。哎，那为什么跟农业结缘呢？哦，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在这片土地跟我父亲在那边种，然后就在这个田野的环境里面，是哦，那我小孩子嘛很好奇嘛，那农村生活很快乐，哦，就是种下这个，后来呢种下这个因子，是那因为我在公务员的生涯里面有发生一件我认为跟我的价值哦有冲突的地方，所以我就辞掉工作，是然后就跟朋友合伙然后到大陆做生意，那在大陆的商场上算是亏了不少钱，是那在从亚洲金融风暴到金融海啸那时候就一直觉得说有个声音一直在呼唤我说是不是要回家哈，种田吧，回去小时候哈，去追随父亲的脚步，就这样去做了。哎，我就这样去做了。哎，对，哎，但是一般人可能一开始看节目就会觉得，那边的生活才是我们一般人比较常常接触的生活，叫上班族。你等于是放弃了这一些，变成回归到最原本的初衷，不会怕失败吗？我想人生选择了就不要再回头了。那当初我要回去的时候，我的家人啊，我姐姐也都不赞同，他们也认为说，要不然你再回去当公职嘛，对，因为我还有这样的一个资格，资格还蛮高的。是，但是我觉得说，这是我选择了，我心里面在呼唤我的一个声音，是，所以我回去再怎么辛苦，我都要坚持下去。但是一开始的商人跟上班族跟公务员，到现在的农夫，你心态上面应该有很大的调整吧？当然，在有机种植方面这几年来是还是有一些挣扎的。所谓的挣扎是说，你看到植物用有机的，刚开始一定是种不好的。可是后来慢慢的，你看到成果出来了，你就心中很踏实。那一开始的公务员的心态是比较安稳的嘛？至少我们想象中公务人员固定的薪水，然后可以准时的上下班，至少我们现在刻板印象。那商人又可能是比较需要大量的金钱的进出，你会担心农夫这件事情赚不到财富吗？我回去农村跟我们那边的农民在讨论这件事情，我说农村凋敝为什么是生计的问题嘛？年轻人不愿意回来，那像我们这样子五十几岁的年轻农夫，我们努力在我们那个村庄里面，用比较精致的方式种，那真的是平均的所得是很低的，但是在农村的生活要求相对花费是很少的，所以说并不需要说需求欲望会很多，是，其实它花费很多，就算赚不多。听起来，其实你既然决定要回到农村生活，你心态的欲望就是低了，这个部分会先低下来，对不对？那当然。那另外一个跟你类似的情况，刚刚也是说。职场转换之后非常开心的就是我们这位林大姐啊，你的故事又是怎么样？一开始你是原本的工作是什么工作？我早期是从事国际贸易的工作，是啊，那全世界到处跑，到后来因为孩子长大了，觉得说以前这个工厂全部都往大陆移了，是，所以只好选择在我们国内的一个外商公司台湾分公司，然后就从事一个业务主管的工作，又是业务啊？请问一下，你现在的工作是？我们现在我们就说，我现在是一个很快乐的志愿服务队，新北市银发族协会。银发族协会听起来是吃薪的吗？没有，我们都是志愿服务队。那钱怎么办？你过了钱这一关吗？没有收入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以前赚很多钱，可是压力相对很大。那现在不知心，为什么心情这么快乐？是因为。退休以后觉得生活很简单，你看我们以前赚的多，账单也多，
了解。哦，跟孩子的相处。啊，每天一个臭脸给孩子看。是。哦，因为不开心。难怪你刚才从刚才录影之前到现在都笑笑的。真的，心态是都变了，对不对？变了，因为生活你会觉得很简单。以前出门要好像打仗一样哈，现在完全不用想。是。哦，一出门啊就想，哦，今天有一堆朋友在那边等着你。啊。哎，有。我们鼓励一些我们的独居老人走出来，哈，到社区。是。那一出社区就是哇，打招呼打不完，每个人都认识。哦，所以可以不可以这样说？你虽然也不否认钱真的变少了，可是你赚回来的是另外一部分的财富，人啊、亲子啊、感情啊。那旁边这位为什么跟你穿一模一样的衣服？这位豆大姐是我们的副队长，副队长，自工队的副队长，怎么认识的？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啊，那个银发族来申请电话，用那新北市银发族协会的名称来申请电话。是，当时我是看了这个银发族这个名字，我说我们退休以后一定是都是银发族了，一定要走这条路。所以你是电信业者就对了。对，我是中华电信，是服务差不多快30年了，退休下来。还没有退休就加入了银发族协会，是啊，一退下来就在那边服务做志工。哎，老师怎么回事啊？做志工反而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其实助人本来他就是非常有能量的，这地方不外乎我觉得会想到两点，然后大哥和大姐们，第一个针对大哥，他刚刚有提到他小时候快乐的记忆，对，这样子，那种是一个相对来讲竞争力比较低，但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宗旨，就是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所以呢，就到了他某一个阶段时候呢。他开始那种亲情的呼唤就跑出来，好的东西我们会趋吉避凶嘛，我们就想要去寻求快乐的那一部分，我觉得这是很人性这样子。那刚刚两位大姐有提到说，比如说像林大姐嘛，哈，她有在讲到说金钱的价值这一部分，其实不会言，我们在讲到金钱概念，我们都是眼睛看到的新台币、人民币或美金。事实上，其实以他们这种助人物习惯成瘾的人，他们看到的不是这个东西，不是视觉见到，是大脑里面那种快乐荷尔蒙，真的有一个，我们现在是科学上。发现那叫多巴胺，对，这样子助人呢，不但多巴胺出来，它会让你的同理心明显增加。你知道我们人是互助的嘛？是。你同理呢，你获得快乐，你帮助别人，别人就会相对给你更多。所以我们常在讲日行善，助人为快乐之本，这非常有科学根据。那其实职业别可能也看出来，这个人比较容易快乐。你选的是什么样的行业嘞？来看看这个数字哦。其实啊，根据我们一项调查显示呢，十大最快乐的工作排行。第一个是牧师，哎，你会想到牧师会赚很多钱跟名吗？不是嘛？消防员、理疗师、作家、特教老师，到最后的包括了心理学家、艺术家。老师，这怎么解读啊？其实牧师的话，这个我们通常其实我们在针对快乐这一部分，我们会很强调一个面向，就是个人价值。嗯，个人价值它不是用经济层面去考量，所以这个其实蛮符合我们整个世界潮流的一个统计啊，这样子。个人价值它是用第一个你的优点、你的特点会不会被人家注意到？你的特点哦，注意性特点，这其实年轻人最喜欢，就我到底有没有被人家注意？对，这从年轻我们就开始有这个特质。是。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你的付出值不值得？第三个就相对来讲合在一起。就是我的成就感，我自己会不会满意？不但我自己会不会满意，别人看我是如何，我们会去思考说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就是我们人跟动物最大的差别。了解，因此这些工作的人都认为有80%是对于自己的工作价值是感到满意。就刚才我们老师所提到3点。那回到我们刚才的林大姐，所以你为什么会变成志工，而且是开始是银发族的志工？这个部分是怎么开始的转换呢？这个有一个现象，就是说我在52岁就开始出现那个这个更年期的症状。哦，开始觉得说，当要去补充一些荷尔蒙，或是这个就是有一些很多的一些不舒服的现象跑出来。嗯，我终于体认到说人生是有尽头的。那假设说我要活到100岁，那50岁就是一个起点啊。哦，那开始我要来思索一下我人生的一个这个清单啊，我想要做些什么。我将来人生下半辈子我要过什么生活，是我要列一个清单。哦，那我也跑了50几个国家，是看到国外有很多慢活的一些社区，我是不是想可以把那样的感觉带回来台湾，回到我的社区来实践，然后再把它建立一个流程标准化，可以复制到每个社区，去让更多的老人，然后建立更多的志愿服务队来照顾陪伴。那当时下这个决定会很难吗？会经过一番纠葛才下决定，还是其实很快就想通了？其实要放弃一些事情是不容易的哈。
当时我就退休，当时薪资还蛮优渥的哈，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说第一个，我觉得孩子也大了，自己要学会放下，也要放弃某些事情哈。那我觉得说，经过思考申请退休，我是主动跟老板申请退休。退休以后，觉得说人生就是说到处跑，玩了半年。觉得人生没什么价值，好像开始有点忧郁症。玩了半年以后，会觉得说，我上半辈子所学到的，一些经验，让我一些可以做一些规划，好的一些技能，万一我不再去用它的话，有一天我会忘记嘞，我会变成没有了。想要用的时候，太可怕了，也许忘了或不见了。对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太可怕了。所以我就想说，用我的一些人生上半场的经验，我是不是可以再回到我的社区？这个只是举手之劳，我来规划一些我们的未来打造一个银华族未来的一个社区的一个环境，让大家能够来享受以前小时候那个四合院的感觉，那再把大家的情感找回来，进入了社区跟。亲朋好友跟邻居变得很亲，对，然后也照顾了老人，对，所以照顾老人是一个指标，就是我把老人照顾好，等于就算是我的50岁之后的一个成绩单，对，那你的成绩单就是把农产品给种好咯，听起来是这样子，把草莓种好就好咯，我想这是很基本的，对，我想我们那一块农村，我们农村整个都凋零了。年轻人外出了，现在留在那边种西瓜了，还有80几岁的老人，看了是很不忍心，所以我们很希望说，我们能够说在这个农村里面哈，能够借着这种有机无毒的，然后精致农业的，然后有一点产值出来，是有产值出来的时候，让年轻人能够回来农村，我想。如果说你种个2分地，你年收入有60-70万的话，那可能年轻人可能就愿意了，愿意了。但是我们现在有看到机会了，是，我们现在已经经过几年的努力，是做得到了。所以年轻人回来到家乡，开始愿意耕作或愿意从事家乡的这样子的一个事业，中年人要不要先让他们回来啊？像你这样子做事的人多吗？中年人开始从事农耕，或是老年人从事农耕的人多吗？不多，不多，不多。所以在农村面临一个很大的人力问题，精致农业的话是要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所以说要请人也不行，请不到，也没开放外劳嘛。是，那像我这边的农场，我现在前移就是说，办一些活动让人家来体验，来帮忙，对。第二点是，有机会的话我们。附近的就镇上有一些退休的，他们来 part time 打工。对，他们可以做结合，他们做结合。他们虽然一个小时100块，他们也做得很快乐，因为不用有压力。我说你们来就是有空过来，我帮忙，剪剪枝，拔拔草，了解，摘摘果。OK， 其实有一份调查相关的显示，就关于退休的人，或者是为什么中年人、老年人会愿意回到农村，回到所谓的大自然呢？我们有下面的相关的一个资料，根据我们的农委会在于新田园新梦想大调查指出啊，其实一般的民众愿意在投入农业有以下的主因，包括了退休后嘛，开始比较想要回归家乡，回归自然，另外就是享受单纯的乡村的生活，再来就是。兼职农业生产，好比就是刚才所说的 part time 的部分，也算是兼职的一部分，让自己变成不要让整个人就是荒废在家里没事可做。老师是怎么解读？其实一般来讲，我觉得心田园，你可以看到说心就是我们个人心理的这个层面，田园就是要走到户外。我们人确实是动物，不是植物，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植物人嘛。这样现在年轻人很多植物人，一天到晚盯着那个电脑三 C， 就这样子，整个呢在掉到虚拟，那个我们是称为半植物人这样。那因为我们人其实是动物，你知道大脑里面有一个很两个特质，第一个我们很喜欢一些非预期性的。
一些新鲜的东西在哪里找？家里面都很熟悉，所以我们喜欢走到户外，尤其田园里面有非常多的不论是会叫的，然后会不会动的或会动的，你会去注意到，所以我们大脑非常喜欢这种很非预期性的刺激，因为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个好奇心中枢。那再来呢，其实人呢最不喜欢什么？最不喜欢无聊。因为无聊的话呢，你就慢慢呢就会，你就会失去了思考能力。我们人是喜欢有思考的这样子，所以这很符合我们在人性的一个阶段里面。当我们中年哈，为了一些实际的生活问题的时候去打拼，然后打拼有一定的安全感的时候，我开始要去找出我那个小世界。了解了，而且我相信这个退休之后变成了志工，这一位大姐她的生活绝对不会无聊。马上来听听看。林美娥她的故事。柠檬比较怎样？两口比较鲜。两口比较鲜。四年前我们成立这个研发族协会，而现在呢，这个协会成为我们长辈们第二个家。因为在52岁就开始出现一些更年期的症状，那我自己个人就觉得说，既然人生有尽头，那我现在是不是要好好来开始想一想我人生下半场的规划？因为我就觉得说，老人的服务一定要在地化，而且要在社区，所以我就开始找一些好朋友，我们福伦社的好朋友，我们开始来筹设哈银发族协会。这个志工站，大来志工站，就是讲要有大来志工站。因为志工队哈筹设对一个协会的存在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就找了很多在地的朋友，我们社区的好朋友一起，我们就筹备一个银发族的志工队。其实要及早规划，如果到70岁，我不知道，像我们自己的70岁还很健康啊，对不对？小朋友是比较，对，比较那个吃力一点可以啊。来用什么来？自己来。这个什么？我们的眼镜是吗？因为我们这里是一个社区老人照顾关怀据点，所以我们平常就是说，除了一些企划案以外，我们也会去看看老人访视啊，然后电话问安，那有时候我们也会陪他们到外面去走一走，好，主要就是说鼓励长者社区参与健康在地活跃老化，成功在宅老化是我们的目标。我这里是新北市银发族协会，我是志工问安组。我姓林。因为我在家里都是一个人，所以我在到这里来的时候我很开心，他们这个地方环境又好，我觉得来这里的时候非常开心。社区的工作对我来讲非常有意义，因为不但帮助我未来的自己，也是可以帮助到我们社区的长辈、独居的老人，他们走出来，我觉得心里很开心。我从服务长辈当中，我得到一些真的心情很快乐，跟赚很多钱哈那种获得是不一样的感觉哦。那心中因为简单的生活，我觉得很踏实，好，所以我觉得回到社区工作真的太棒了。大姐，你这无用的呢？为什么还是不是退休了？应该会比较松一点吗？你怎么感觉做志工还这么忙啊？其实哈，我们现在因为协会目前大概有1000多位哈，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有这么多的大哥哥大姐姐每天会来我们的据点，所以我们一个月平均服务人次大概从700到1200个人次不等。我们那边的我们的据点好像干妈点一样啊，你知道吗？他们随时可以来串门子，有任何的问题哈，或是有关社会福利有一些疑问等等，全部他可以来找我们。所以现在银发协会到底提供了哪些的服务？好，我们现在哈有快乐学堂，有银发俱乐部，那也有这个睿智，瑞士的睿，睿智学堂，那也有我们志工轮流带队，有啪啪照，每个月大家只要带一个那个捷运票哈，我们就有志工轮流带队到大台北地区，搭公车、捷运可以到的地方，到处去开开眼界。是，所以还有一个是共餐运动，
公餐的意思吗？一起吃，一起大家哈，我们有志工队，每个礼拜五中午哈来，前一天就去采买，然后礼拜五当天呢，我们有这个三个主厨是来，大家哈这个下厨三菜一汤煮给大家吃，所以也是比较年轻的中年人或者是老人服务比较中年，很难讲中等老的中年人，然后他们在服务比较老的老年人，就是这样子。像我们的主厨，其中有一个就75岁的姐姐。桂荣姐姐，她以前在贸易公司，年轻的时候服务贸易公司有30几位的人吃饭，结果有一天来我们协会被我发现到，哦，我说好，那就是你就是我们的主厨，你就是我们的主厨，她煮客家菜煮得非常好吃，那有针对一些就是说每天我们每个礼拜大概有30-40位我们的长辈会来用餐，那如果针对年纪稍长或是他不方便出门的长辈，像我们隔壁巷就有一个93岁的这个大姐姐，她有时候脚痛不能出门，那我们就由我们的志工队的共餐组访视组去看她，带餐点给她吃。哎，那我们的现在我们的豆大姐，刚才我们的秘书长，其实林大姐讲的是你在点头，你在我们的银发的协会到底在做什么？我们是在一个服务于社区照顾关怀据点，是啊，我们定时要电话问啊，访视啊，关心长者。有的时候，假如是长者几天没有来了，我们就要电话问啊。然后他今天没有来，明天又没来，我们就要赶快打电话问。怎么样？我们里面有个蔡大哥，是啊，连续两天没有来，结果打电话就他生病重感冒，都不能出来。结果我说啊，要天气好要出来晒晒太阳啊，这样对身体比较好啊。所以其实你也很忙，你跟他一样忙。哦，他的时数比我还多。什么时数？服务时数。因为志愿服务队，我们都有一个时间银行。我就是对内，是。他就往外。扩展，对，我们是内部，啊，假如长者有几天没看，要赶快电话看看是怎么样啊，生病啊，还是没人照顾？那你这样子，家人支持你这样子，你也是等于？我现在因为我是独居嘛，你现在独居？我女儿是分开住，她我住我的。对不起，所以我可以问您的另外一半？我小孩3岁的时候就没有父亲了，所以您是单亲家庭？对，算是单亲家庭。不知道这样问对不对啊？按理说，单亲家庭不是应该会有更大的经济重担？你不是应该更放不下所谓的正职工作吗？因为单亲的小孩都比较独立哈，而且我觉得我的生活够了，赚钱赚的差不多，可以休息了，就退下来。退下来以后就说，虽然是离开职场了，但是退而不休。是哦，能做些能替长者服务的，尽一点力量的。对。所以当时是这样讲，其实女儿一定也是很赞成的，妈妈想法是。当然了，我能够走出来，她也开心啊，对不对？对啊，对啊，对啊。走出来，其实有时候老师有时候走出来的意思，除了走出户外，有时候是走出心里的那一个关卡，对不对？对啊，一般来讲，其实我们讲走出来分为两个层面嘛，一个是你真正走出来，真正走出来为什么受到阳光亲吻？你说阳光呢，其实是老天爷给我们人类最好的礼物嘛，因为你常常适度晒太阳，不能日正当中啊，这样适度晒太阳，其实它真的可以帮助我们身体里面有非常多一些健康的因子的成长，这样子，所以我们常会鼓励说要走出来，然后接受一些阳光的一些亲吻，这是好的。再来，你说像豆大姐这些人哦，我们常在讲什么幼无幼以及人之幼，然后呢老无老以及人之老，互相助人的这种会产生一定的磁场，这确实会让我们大脑里面幸福中枢一直发亮，一直放电，哇，你就觉得自己呢感觉上会越来越容光焕发。是，那真正走出户外，而且是一直在户外就是他啦，一直在户外工作，是，务农这么辛苦，能不能给我们几个例子？其实你得到是很直接的快乐，是的，刚刚魏老师讲了，我们人是动物嘛，到了户外有很多的惊喜，是，好，那我举例来讲，好，我们在我们的田野里面啊，那看到整个季节的一个更替，好，然后春夏秋冬的更替，像我那个公寮，我那边有个公寮嘛，旁边有一棵老的百年的雨豆树。我小时候就在那边乘凉，还是这么大，啊，它季节更替以后，哇，很漂亮。那有一天灵感来了，我们就替它写一首诗，就觉得很快乐。虽然自己，哦，那你看我在那边种木瓜，哎，有一天就发现，哎，怎么五色鸟跑来偷吃木瓜？哦，然后我有一天，哎，小朋友来了，哎，他跟我讲，
大哥，我看到树蛙了，是，然后小朋友来说啊，一大堆的蝴蝶，他说没有看过这么多的蝴蝶，看他们很漂亮，他们很高兴很快乐。然后最令人惊的，有一天晚上，哎，突然看到两只萤火虫，哦，那我们小时候那边是萤火虫很多了嘛，哎，萤火虫回来了，我们真的是哎非常的感动，我想这个快乐的来源是在谈恋爱了，又在谈对对，那种感觉心情的描述就是在我们跟恋爱感觉嘛，所以我刚刚在讲那大脑里面的多巴胺，你看它现在又在分泌，而且我不用测我都知道，讲的是眉飞色舞，对对，你刚才讲我超有 feel， 萤火虫回来了，而不是说我又看到萤火虫，或者是萤火虫是什么，是回来，因为我之前看过这么多。是，现在他回来了，哇！所以在职场当中，你可能建立了一些名和利或光环，但是真正要返璞归真、由奢入俭，一般人是怎么看的？我现在是60岁，之前在担任使馆。我今年64岁，我本来是一家服饰公司的老板。我今年62岁，我是在当主管的工作。我选择有更多的机会来服务人群，不仅让我增进了健康，还增进我跟家人之间的感情。我现在参加很多活动，我生活过得很充实，而且我现在过得很快乐。我选择到医院当志工，面对病人的时候呢，觉得更自在，然后也觉得非常的愉快。我想不管是谁，尤其中年人最怕的就是改变，而这改变这么的大，我从原本的职场光环要退下来，走入另外一个可能是帮助人，可能是回归农村的生活，是不是可以针对我们今天这一集的所有讨论的或者是故事，给大家一些建议，尤其是一些中年的朋友，好不好？豆大姐，每天早上见到阳光，来到协会就很快乐，见到一大堆朋友哈就很快乐，所以我们中年都要扩大生活圈，结交更多的朋友，让对后半段的人生更充实。怎么交朋友？走到你们协会就可以交了。我们那边很多啊，是一个接一个都会带来啊。其实我可能很害羞，我进去都可以吗？可以可以，来这边就不会害羞了。真的啊、哦，真的真的，就打不完的招呼就对。对对对，都很亲切。我们这边主要志工都很亲切。哦，对对对。那林大姐，你的建议是？其实当返璞归真哈，卸下一些舞台的光环哈，其实我觉得要第一个要简单生活，放下身段，做自己，那重新学习人生的第二技能，一起来重新就是就是要投入啊，重新去认识你的社区，是，好，那再来投入，比如说至少一周提拨至少3个小时，去认识你的社区，投入你认同的一些社会福利团体。那我觉得从这样的开始，你会人生会有不一样的人生下半场。而且林大姐她服务的是银发族，感觉是服务银发族，其实也是为自己的未来的。我们从未变成银发族嘛，对，为自己在做一个铺路，对，可以这样说，对不对？可以。其实哈，服务银发族，尤其是中年以后，是最恰当不过了哈。因为我们面临到这么庞大的这个银发族的族群哈，那真的是这是一个海啸了哈，银发族的海啸。我们也需要哈，希望更多中老哈能够开始，虽然你还没退休，但是你可以先去学习啊，先投入社区啊，先去上一些那个志愿服务队的基本课程啊，每一个我们的社会局都有这样的课程，然后去取得一个这个中华民国志愿服务手册，好，那再投入你的社区，因为社区是最好，这是你的家，社区就是你的家，哦，这是你的大家庭，那重新透过这样的一个学习，你随时就准备好。你真的有一天
你要卸下你的舞台的时候，哎，另外有一个舞台在迎接你。就我们没有，我们没有像歌手要麦克风给封麦，我们从这个麦克风会拿另外一支麦克风就对了，舞台都等着我们了。因为你人生上半场，你有丰富的经验跟阅历，来运用，只是不过延伸你的一个工作。是，像比如说对我来讲，我只不过延伸我工作的一小小部分，举手之劳。我就可以让那么多人哈，一就是说这么开心来投入这个社区，是。然后呢，有建立我们这个100多位，现在目前我们120位的志愿服务队，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些这个种子哈，再播撒到我们不同的社区，提供我们的长者没有交通距离的一个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的服务。了解了，好，小世界，小世界，小世界，对对大世界，对对对对。好，老师。其实我们刚听到了大哥大姐们的话，我就会想到三个字：停看听。停什么？停止你负面思考。你要想象哦，其实我们常会觉得说，我们有什么事情不能解决，能解决的事情不用担心，不能解决的事情担心也没用。当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是很美好，值得我们投资的话，最后我们就听听看我们的一些朋友们真的真实分享，而不是要选择看一些那些好像很攻击性的这些声音，我们选择去听那些感恩的，感恩的东西呢，你把它写下来。确实，真的，这个上个礼拜美国才做了一个统计，当我们常去写感恩日记的时候，我们的分数快乐指数会飙到最顶分20分，他们用20分当指标。是，所以这些是非常符合我们人性和科学性的。了解，多听看听看，就是尽量往正面的、好的地方去看。来，谢大哥，你呢？是的，我认为啊，在农村的生活真的是辛苦，但是非常的心灵上得到很大的一个满足。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在职场上有什么挫折，或者说有什么不快乐的话，那我欢迎大家就能够走入农村来，到村庄里面去看看，去发掘惊喜，然后去晒晒阳光。所以说，为什么说我种了这个有机草莓，我取名为幸福草莓。就是希望说来我们那边的人，大家都很幸福，很快乐。所以你那边的地方是开放给大家可以去报名去参加的相关的。是的，我像上礼拜有个退休的那个教师工会基隆高，他们从3岁到80岁家庭。来我那农场，那我们到社区里面帮他做个简报，然后到农场里面走个10-20分钟，然后我们帮他做导览，做简介，然后他们再来采果休息，就每个人都会很快乐，很开心，是单纯的幸福，是幸福草莓。其实这个幸福是非常单纯的。是，我们一直没有问你的父母，或是你的家人、孩子、你老婆，或者是你最好的朋友、你之前的同事，他们怎么看你回来做农夫这件事情？我当初回来的时候，我妈妈很担心。后来，但我妈妈现在也走了啦，年纪大了。但是她有看到我回来做出了一些成果，所以她也蛮高兴的。是，那我姐姐、我太太当然他们不是很赞成，她认为说太辛苦了。太辛苦，可是这几年心疼你了。对，他们都蛮，反正现在都来帮忙，好像因为心疼你，不要太苦，我帮你做一点，忙不过来了。是，我大姐都来帮忙，我太太现在退休了，是那偶尔也会回来帮我煮果酱，都转而来。那些左邻右舍看你做有机的农业，本来他们不是做有机的，会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或者是一些另外的看法吗？这一点我倒不用担心。反而他们，因为我们在农村里面，你做出成果的话，大家就会认同你。就这么直接。那当然，我们一开始我们是，就是说用我们有成立一个产销班，但不是有机的，我们是慢慢来，一步一步的，从循序渐进到无毒。我们不要求说大家一步到位，慢慢大家观念沟通之后，认为这条路是可行的。是，我们那个环境很适合这样来做，因为我们那边的树都一块一块，不是平原嘛，它是丘陵地，一块一块的环境都隔离，所以说是有这个条件的。是，只要我做出成果，我也不需要你一步到位，但这是对健康有益的事情，你们慢慢看，慢慢的循序渐进加入我就对了。是，那我现在手上拿到了一封信啊，我也完全不知道这个信是给谁的，是谁寄来的。总而言之，是这现场的几位来宾他的
亲朋好友或是老同事，他们送来的他们的也许是担心，也许是祝福，也许是只是一些肯定，我们来读读看看是谁的信好不好，来看一下咯。第一句就知道是谁的信了，谢谢你种出有机草莓。但是你不知道是谁写的吧？现在你听得出来是谁写的吗？不知道。让不敢吃草莓的我能够尽情的享用这充满能量的水果，真是太幸福了。谢谢有一群支持有机理念的同行善友，让这一切不可能做到的事让你做到了，真是奇迹呀。犹记得1999年，当你用割草机除去土地上长得比人高的杂草，撒下12公吨的有机肥的隔天，草莓园的天空出现2道彩虹。你说幸福的感觉顿时升起，这就是幸福草莓园名称的缘起。一路走来，老婆的无言，亲友的不谅解，受尽冷嘲热讽，忍受寂寞的孤独，历经了千辛万苦，只因为对这片土地的不舍跟爱。坚持有机耕作已不是你所说的为了生计，而是一种使命感，辛苦了。知道是谁写的吗？目前为止，家人，应该是女儿吗？应该是我老婆的。这么细心的观察你，嗯，她的字不大漂亮。谁在管字漂不漂亮？其实男人是视觉动物。他其实非常的体贴你，希望你放下担子。但话说回来，你放下了担子，别人就吃不到幸福的草莓。其实这是一种，对你来说真的是一种使命感，对不对？嗯，也可以这么讲。是想要对我们亲爱的妻子有任何的回应吗？听完了信，你想对他说什么的话？这个还是要尽量包容我。为什么要包容？你觉得包容你的部分是什么部分？这个我们一路走来哈，从年轻到现在哦，因为我们这种农家子弟有时候比较耿直，有些事情看不惯就比较随性，有时候也没有听好好听他的话哦，所以到这个年纪来，这个回归自然简朴哈，我想这个也是要感谢他的包容。哎，真的要感谢他的包容。哎，对。大姐，谢大哥特地跟你说感谢你的包容，但请继续包容。把信交给你咯，谢谢。怎么会？不然会是一个惊喜啊。不是啊，叫他写这封。对，忽然害羞的起来。其实有时候想想看，返璞归真也许不是指环境的改变，改变的其实是你的心态。祝福大家，谢谢小哥，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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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点不好意思。